然后刷卡。我刚刚刷卡出来。古巴城，的确，这古巴城下来好像是一个公园，没有人家，全都是一片树林。我走这个楼梯下去，啊，走错了，这个地方。我看看这公园有什么东西。这里是古巴城地铁站的第一口。我要下来了，差点，我差点摔了，卖风筝的。那就不好进了。公主，公园禁止放风筝。看看有什么样的风筝，我不买，我看一下。这片公园很大呀，里面有很多人在野炊，就是这里的小花儿。我妈，我看了好多小花，是不是有点犯法？哎，很大一片的花儿，很多很多。哎呀，如果这里非常适合狗。就是孤男寡女，非常适合孤男寡女在这里鬼混。是不是很漂亮？这里的花儿好多好多呀！啦啦啦啦啦啦。哎，这应该是薰衣草，是不是？噔噔。嗨，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花，是不是很漂亮？是不是很漂亮？哦，这样看我觉得哇，这样看特别绿，是不是？哈哈哈。我要回地铁站了，今天很爽很爽，虽然正好赶上五一，听说长城天安门已经挤爆了，而我这里比长城也逊色不到哪去，是不是？但是我这里很漂亮，人很少，是不是？我好想趴在地上合一张影啊，好多小黄花，小黄菊花。是不是很好？对，哦，不错吧？这里是古巴城地铁站，古巴城的森林公园，赶紧来吧，是不是？而且还不要门票，最主要是不要门票，环境又好，又大又漂亮，不要钱，不要钱。不比不知道啊！啊！哦，有点晕。哎，真有点晕。来，再转一个。啊！有点晕。
这里是广华城地铁站，是不是？这里是广华城地铁站 B 口 ，B 口是不是？这里人真少哈、啊。我在广华城地铁站下面。看到后面吧，这儿都是荒地。我要顺着广安城地铁站 B 二口，哎，这有个电梯，我上去。啊，今天的广安城公园就到此结束了。